我是公安留河长的103年哦，来到有列车进站，10月28号，台中南南站是2:19，说白的是2016次哦。还有台中的有外勤员快车913员快车在等你们。913圈快哦，在台中。二水发车经由三线再往台中，12:19。你收一下三分钟就完赢。OK。913圈快，在终点那啥。有216号金龙发车，金龙发车往嘉义的，12:20，在台中慢行了。12:20，在台中慢行了。116715，216金龙发车，金龙三线往嘉义，12:20。然后最近有台风，对吧？所以10月初有可能。来看看状况，可能买一送一啊，遇不到了是吧？10:20，10月28号，希望大家拜拜，知道再见。可以聊天，舅妈的用汉阳加一，在台中那情况，舅妈的用汉阳加一，然后29分来开哦，希望大家12:21。